傻閪，最近好吗？我最近瞓得唔好，又冇胃口，连大小便都湿咁。唉，点解搞成咁啊？自从参加咗漫画搞嘅幽魂钉杯一弯演过后，就周身唔聚财，就好似中咗降头咁滞。咁究竟差司机喺漫画议会讲咗啲乜紧嘢先？你差事啲讲啊，大选如果民联赢咗做政府，马来西亚就变成回教国、啊，回教刑事法一执行就斩手斩脚，我真系惊啊，到时俾人捉咕咕啊！傻閪，差事啲讲啲嘢你都信嘅？佢话今时今日嘅行动党为咗做政府，竟然勾结回教党，出卖唐人利益。如果民联一上台，回教党就会喺国会修改宪法，成立回教国，斩手斩脚。咁行动党就系帮凶，害鸠死位唐人啊！傻閪，定啲嚟噶，马华讲嘅冚唪都系屈鸠行动党嘅。我问你噶，你有冇听过毛统喺马喺禁崩同马人讲啲咩先？讲乜捻啊？毛统话回教党为咗做政府咧，竟然勾结行动党，出卖马人嘅利益。如果民权上台咧，行动党就会成立基督教国，委任个信耶稣人做首相。所以马人绝对就唔可以投火箭。换啲 DAB 下单。哇，点解毛统讲嘅古仔同马华讲嘅唔同啊？我究竟要信边个啊？你是但信边个都系大紧王啊！因为毛统同马华都系车大炮，毛统就吓鸠马人，马华就吓鸠唐人，即系得醒目正睇得穿。我醒目嘅就唔系叫傻蟹啦。嗱，傻蟹听住，毛统同马华咧就搞紧呢啲两头蛇嘅招数。其实火箭就冇出卖唐人，回教党亦都冇出卖马人，民联商台唔系要做回教国，亦都唔系要成立基督教国。咁民联要建咩国啊？民联要建立嘅系一个福利国。避免马来西亚沦为一个破产国，所以话斋外界大选，你嘅一票唔系选择要唔要成立回教国或者基督教国，而系选择要福利国或者系破产国，明白吗？傻閪。OK OK， 但我听差事啲仲话，唔好忘记回教党同毛统嘅国会员都系回教徒，最惊啊佢哋到时候为咗荣耀阿拉喺国会联手支持修改宪法，一齐通过回教刑事法，咁我哋同人咪屙河咯。傻蟹，等我话你知啦。我哋国会有222席，如果要修改宪法呢，一定要有三分之嘅议员举手通过先得，即系最少都有148席。嗱，我哋就用简单数学嘅一计，即刻就可以踢爆差事啲讲大话。首先喺国会222席之中呢，回教徒占大多数嘅议席呢，只系得136席，离开148席修宪嘅必须议席呢，仲争12席。仲有选举梗系呢一方赢就嗰一方输噶啦。屌，边度有可能回教党同毛统一齐赢嘅？嗱，就以2004年大选为例，毛统当年大赢，有109席，咁回教党就得翻7席，公正党仲紧惨，只系得1席，总数系117席。如果以2008年大选为例咧，毛统啊只得79席，回教党就相对多啲，有23席，公正党啊赢31席，扣埋公正党嘅非回教徒议员11席，三个党嘅回教徒国会议员嘅总数。加加埋埋只系得122席，离开修宪系148席，仲争26席。如果加埋东马嘅沙巴同沙拉瓦，条数点计先？咁佢就更加唔使活啦。东马嘅回教徒国会议员未必会支持回教刑事法，因为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嘅时候咧，佢哋有签咗沙巴20点同埋沙拉瓦18点文件，讲到明马来西亚要作为一个世俗国嘅立场。哦，咁都冇咁惊。屌，妻子都冇讲清楚嘅。咪就系、是、马爹话，2001年9月29号，当佢宣布马来西亚系一个回教国嘅时候咧，马华都冇反对，所以马华依家高调反对回教国，其实想吓鸠我哋唐人，希望我哋唐人唔好投票俾火箭党。癫狗，我仲听妻子啲讲，佢收到匿名 SMS， 话一旦实行回教刑事法，大马就破产咯，120万唐人打烂饭碗，嗰啲喺云顶翻工，大马彩多多按摩院捽脚，鸡斗暗坑，冚唪唥都冇嘢咯，条友都杀戆嘅。大马有600万唐人，边有120万人咁多嗰个饭嘢先？再加上民联都承诺咗上台系唔会实施回教刑事法嘅，差事啲根据匿名 SMS 讲嘅嘢，你都信？又系、哦，点解咁卵蠢嘅？傻閪，你不要听癫狗乱吠，一定要相信马华公会，我们马华最老实，从来不会讲骗话。行动党出卖华人，勾结回教党，实施回教法，斩手斩脚，丢骨骨。没有猪肉吃，我还有 SMS 证明国家会破产，华人会失业，我们马华最老实的，从来不会讲骗话。行动党出卖华人，勾结回教党，实施回教法，斩手斩脚，D
丢姑姑，没有猪肉丝，我还有 SMS。师弟，不要紧张，要稳定不要乱。屌，呢度几时轮到差师嚟玩嘢啊？等我一脚伸鸠佢出去先。我们马华最老实，从来不会讲屁话，行动党出卖华人，勾结回教党，实施回教法，斩手斩脚，丢姑姑，没有猪肉丝，我还有。癫狗，点解差师弟一直重复对教行动党支持回教法啊？好简单，马华友咧，而家剩翻最后一招。就是在华社不断重复抹黑回教党，来污蔑同回教党合作的行动党。所谓大话讲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。依家嘢嘅系差师同师弟学嘅，唔怪得啦。我争啲就俾马老点到。坦白讲，马华冇其他课题可以争取华社嘅支持噶。比如讲喺华教方面，马华直头系汉奸啦，难怪俾董总顶到佢七彩。喺廉政方面，马华叫我哋华社对贪污冇太紧张。至于选举要 blessing， 马华同毛统嘅同声同气，一个反对公民参加大集会。对于关丹嘅 ness， 边遮紧果光市话，马华就 at 都唔敢 at。最紧屌嘅系，马华竟然全力支持 AES 嘅约水啊！你睇下马华啲狗官，个个都咁嘅紧样啦，简直陀紧衰佢哋堂嘅尊严。而毛统咧就最中意马华啲奸坦，55年嚟，毛统就靠马华啲扑街嘅以华制华，屌讲亲都兴啊！差事啲讲，马华来届大选如果仲惨过308，马华就唔入格喎。到时佢同样点？屌唔入格咪有得入土咯。到时民权商台做中央政府，行动党、公正党，一人有唐人应就入内阁做部长。马华咪俾班仆街冚家产啦，冚家产啦，冚家产啦，家产啦。Who let the dogs out？